这套五禽戏气功是华佗雪灯理论为基础，重视意念活动和意守部位，要求形似神似，做到内外结合，动静相间，功法和本能协调一致。五系72个丹式应因人而异，辨证施功。学熊戏时要一手丹田，想着熊的神态习性，仿效熊的晃摆推抗来活动肢体，可增强脾胃肝肾的功能，防治脏腑疾病。意念由丹田到命门，再由命门回至丹田，右推时意念由丹田经会阴，一手丹田排除杂念，一心一意安静练习。意念做小周天巡回，熊眠如熊冬眠的样子，似睡非睡，如入梦境。一手丹田也可做小周天巡回，盘身达于四肢，刚劲有力。熊跌如熊从树上跌下之势，意气聚于臀部，一手丹田。练此事能使人机警灵敏，耳聪目明，使身体前行直贯百会，使气力聚于头顶。露底如露用脚调底对方之势，力发腰背。这个动作要求气从尾闾直贯头顶，露卧如露坐卧之势，排除杂念，以意领气，使气从尾闾开始，做小周天巡回。露邹如露静卧反邹之势，意念入静，引尾闾之气经命门入脏腑到位。练此事可增强消化机能。要一手命门，双目聚神，窥望四方。虎符如虎引符，以待补物之势，要一手命门，力聚筋骨，气贯全身，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。虎纵如虎纵跳之势，纵起时要威猛有神，落地时要轻盈有力。虎啸虎啸就是模仿虎的啸叫之势。虎跳如虎跳跃之势，
一手命门，手脚并用，使身体腾空，要求快速有力。虎捕，如虎捕猎之势，要力贯全身，迅猛有力，注视猎物。猿猴，机警敏捷，喜欢跳跃攀登。演练时要用意引气入潭中穴，久练可调和气血，耳聪目明，增强记忆力，提高灵活性。要一手潭中，力贯四肢，动作敏捷，表情丰富，头向四周转动。猿攀，如猿爬树的姿势，动作要敏捷，气贯四肢，双目有神，石窥四方，一手潭中。猿采，以猿猴盘枝采果之势，活泼敏捷，一手潭中。猿翻，猿滚，模仿猿猴有劲，所以做猿戏时就要外练肢体灵活，内练精神宁静，以收到身心并练的效果。练功时要一手潭中，使气足神旺，在动作和神态上不能有丝毫呆板，久练之可耳聪目明，增强记忆力，提高灵活性。客体轻灵，性柔洁净，姿态舒展，挺拔昂扬。